给你们看一只菲尔小比熊，可爱吧？哇塞，太可爱了吧！还吐着小舌头哈，腿也特别短。这是我帮河北唐山大哥特意挑选的一只。哇塞，好萌呀，这只。对呀，因为它要求比较高哈，它是送给女朋友的。这也太浪漫了嘛！生活仪式感是不能少的哈。对对对。再看一下它的五官，然后还是自带黑色眼线，黑色素也比较好，毛量也挺多的。对。他说他女朋友就喜欢小一点的。那这一只他肯定能看上。哎呀。咱们现在给他开视频看一下吧。好呀。看看，好看吧？就相信您吧，你给我找一个家养的，我也不是太高的这个小公狗也行，我想养一对。哦，你就想养两只是吧？对。哦，那你看这个可以吗？行吧，行吧。行行，那咱就这只了啊。啊，行，我把尾款给你。嗯，行行行，好嘞。这只狗狗如果他女朋友接到的话，这位河北唐山大哥指定能起飞。好啦，幸福去吧。